那可以的，好，你开始操控。操控在哪里？我就找不到你的那个在哪？我在找，我你找是用搜寻大数时光就好。大数时光。直接搜寻大数时光，Google 搜寻。哦。直接搜寻就可以了，也是可以啊。然后呢，通常就是按它的首页。然后，如果你要购物的话，就是直接按下去。购物的话是所有的商品都有，就会可以浏览到全部的商你可以滑慢一点吗？品。哦，滑慢一点，然后呢，如果向上滑。对，然后如果说你想特别说哦，我要找行动电池。那我们有分类行动电池、移动电源，然后有改装的零件或是用品。那我要找白铁箱，按下去就会把白铁箱所有的电池挑出来，就这样。然后如果说我想要看一下太阳能板，也是按一下，它就把所有太阳能板的零件、还有规格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说啊，我要买一个活动桌板。那我们就是到露营车的改装零件按下去，还有五斗分类，那属于五金类，比如说灯啊，然后升降桌啊、桌脚啊、排风扇啊都有。DIY 零件区，对，然后比如说最近很多人买这个，里面都有。活动桌脚，对，活动桌脚、伸缩的，也有独立的，都有。然后，如果说你要买一些小物，比如说洗澡神器，按下去就洗澡的东西，都有归类，都有卫浴帐啊，然后 RV 桶啊，跟野营有关的洗澡，通通都有。对，然后好，比如说你想要来个电风扇，我也是有把电风扇另外抓出来。各式各样的风扇都有，可以搜寻吗？也可以啊，你可以搜寻。搜寻的话就是按，因为为什么我没看到你的搜寻？一样，左边那边呢、啊？在这里，你可以按风扇。好，搜寻也可以，怎么结账？结账，就比如说是按加入，然后加入购物车。按下去就是购物，要有会员登录啊，你也可以不用直接结账。然后比如说你选择 seven 或到付款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切换结账，然后就会这样填写资料，填写函按送出，我们就会收到你的订单。就这样，OK，好。很简单。